心话，就是说跟大家分享，极乐世界是真实不虚的。然后呢，就是在那个是阿弥陀经上讲，就是说当咱们到极乐世界以后呢，是在极就是在莲花间包裹着自己，然后到了一定时间以后，然后呢莲花开放，在莲花化身。就为了验证极乐世界的真实不虚呢，阿弥陀佛是把护法给我，然后呢今天请护法带着姑娘呢去到极乐世界验证了一下，的确如此。然后呢姑娘的反馈是极乐世界非常的殊胜，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舒胜，她开心大笑，说从来没有到过这么好的地方，太好了，太美了，玩起来太开心了。用她的语言来描述啊，我是按她的语言来描述的，她太开心了，从她的表情上来看那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回来以后她告诉我，护法到她生活线的时候，护法在空中飞，她是在莲花当中，莲花是包裹着的，因为她不是通过念佛达到的境界，所以他进去，他到了以后极乐世界以后，他是在莲花当中，但是他能看到极乐世界，莲花中有一个窗口，所以说大家要证实这个世界是真实不虚的，真实不虚，大家一定要升起信心，这个世界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以后呢我会经常性的给大家分享这些故事，目的是让大家升起学佛的信心，千万不要误会我在炫耀什么，炫耀这些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并不是对我来说已经不太神奇的事情，分享给大家就是让大家升起学佛的信心，因为咱们好多人学佛很久了，但是呢依然怎么说呢，没有信心，生不起爱心，生不起慈悲心，学佛依然停留在口口声声的一个念头，没有真正去爱对方、爱他人、爱家人、爱世界，真正的去修行，所以说呢，无法进入这个境界。我劝大家好好修行，好好修行。很多情况都可以的。就是说你的法门念六十八名咒你是什么样的法门，坚定的修持下去，比如说咱们净土宗的阿弥陀佛，然后经常放生就可以增加你的福报助缘，让你有更多的福报，你有了福报才能有更高的智慧，如果你没有福报的话，你就很难接受一些有特别好的法门，然后呢没有福报你就觉得很难呢积累到太多的智慧，所以说大家呢要福慧双修，要多放生诵经，关注他人的同时坚持的修行，有些东西一定要守戒律这些大家呢这些多听听的净化老法师啊、海涛法师啊、慧律法师啊等等一些法师的讲经明理，告诉大家不是让大家仅仅是看到，看到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大家实证亲自的在当下或者未来能够到达那个境界，到达那个世界，然后呢当成为菩萨成为佛的时候再回来救度众生。